你这一手曾经在我需要的时候给过我力量，我希望以后在你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你力量。我这辈子大概没有机会再对你，现在对你我只希望可以放心。我不想造成你的困扰，现在以后这辈子下辈子我都不想。不会，那你没事了。不会，叫救护车，快点叫救护车，快点。